速成战就是你责成战、啊、我认为不应该政府花了1700亿的重大建设在宜兰，让宜兰人这样愤怒，我们政府都没有责任，不对的啦，哪有是这样的？泼水被排除，泼比台该晒了，这谁要负责任？我那是所因所因地，我那是行政一定，我不可能会做行政，我不可能会做高火定位啦。让黄国才直升交通部长，是司院长，便宜行事了。今天宜兰高铁站址问题，就是事务官跟政务官错摆位置，造成今天宜兰的政治风暴。谁要负责？一个月来，那个宜兰人够为了站址问题还在吵，黄国才要下台。关高铁宜兰延伸啊，因为站址的关系。啊，这样子，安尼恁宜兰安尼吼，安尼为了这个赞助问题，啊，可以说是沸沸扬扬，吼、哦、啊，甚至有后人来讲，速成战就是你做成战，你是不是当利用今仔这机会，简单说明一下。跟委员报告啊，那么高铁延伸宜兰的规划，现在还在交通部规划当中，我知道。我知道。那对于设站的情形呢，那么也在规划当中。对。那么院长也指示还没有定案。好、哦。请交通部要好好的去做一个民意跟专业的考量。注意。我个人在这个从事公务方面，对，从来不为自己私心和个人利益考量。我相信。请放心。我相信你哈、哦欸，我是希望利用今天这个机会、欸，让你做一个说明啊，公。高通部王部长说了，说花了1700亿，还让宜兰人不高兴。你认为他这种说法妥当吗？我觉得一个公共的建设的推动，要跟地方好好的沟通，了解民意，那么来选择出最好的方案进行。我是觉得王部长讲这些话哈，安尼感觉。不大妥当啊！吼，你讲政府开1700万、1700亿，啊，宜兰人无满意，啊，到底是你交通部你做了无好，啊，是宜兰人安尼甲你塞性地？哦，这我是觉得这种话好像是在责备宜兰人。你身为宜兰人，我是觉得你听起来不会不舒服吧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没有错吧？是不是安尼？是不是安尼啦？你若主公你做部长，你安尼讲吗？我因为我现在不是部长，不，你认为啦？你认为你真有一个政务官的话，你认为这种讲法对吗？可以讲得更这一个让那个人民啊有同感的。我是讲，我是从报章看到，我讲靠，我就讲一个，我丢那个顶那美娇伟，这个话是不对。我是觉得说，我们这个交通部要在宜兰，哦，要设高铁。哦，这个一个延伸这个案，基本上它是一个很大的政策。站主要在哪里？我是觉得是应该要事先都要做什么规划，也应该要做什么沟通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现今的立法院院长，伊讲事先是应该说明。9月25号讲你要去宜兰做说明，你事先讲去甲馆长报告过、说明过啦、沟通过啦。宜兰唯一的立法委员，咱民进党籍的陈欧博，首先敢知影你25号要去讲啥物？你都唔知影。我讲这个意思啥物？我讲这些话的意思说，身为一个政务官，一些重大的政策要决定，是不是要先行沟通，要先行说明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？你认为呢？我觉得需要沟通。但是现在呢，我给他们凸显的一个问题是什么？说什么叫做事务官呐、啊？什么叫做政务官呐、啊？事务官就是咧该管什么专业的问题嘛，没有错吧？事务官就是在解决什么政治的问题嘛。那你事务官跟政务官如果位置摆得不好的话，你有可能把专业的问题就搞成变成是政治问题哦，甚至于变成是一个政治风暴的问题哦，对不对？现在宜兰高铁的这个。站主问题，现在是不是专业问题变成政治风暴？
是不是这样子？对不对嘛？你说，对，是不是呢？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过去我都一直拢足敬佩你，我认为伊咧处理政治问题，手腕拢足好个啦。今仔日交通部长若是你做，你袂处理，甲今仔日变成安尼个心吼，行政院跟立法院好像是一个对立。你宜兰、溪南、甲溪北安尼结交有啥啥？现在都已经问题了啦，现在已经政治已经超越你们的政这个专业问题了。你政治的一个氛围没有办法降下来，你这些专业问题就没有办法凸显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委员非常有经验。所以现在我就觉得说，当时哦，当时王国才要升部长，我都一直噶，讲啊，这安尼咁好，你家一个政事务官，先开做政务官，安尼咁适当。我今天我坦白讲，我那是苏院长，我那是行政院长，我无可能给伊做行政院，我无可能给伊做交通部长的啦。我一定甲吴卓成调来做交通部长啦。顶多伊也真认为讲啊讲，王国才袂歹，我顶多甲调去做公共工程委员会的主委啦。哎，不敢，对不对？哪有说今天你这种人才，你不能让你来当交通部长？谢谢，对不对？谢谢委员都。让王国才直升交通部长，是司院长陪你行事了。他认为事务官哎抓得轻而，结果呢？今天宜兰高铁站址问题，就是事务官跟政务官错摆位置，导成今天宜兰的政治风暴，谁要负责？你认为？所以我在这里积极跟你建议，你不只是工程会的主委，你也是政务委。我是希望你能够用政务委员的身份，尽速去协助王国才部长，让高铁这个宜兰的延伸的站址问题能够早日落幕。一个月来。那个宜兰人个为着站址问题还在吵，王国才要下台。一个月来，那这个政治问题没有办法平息，一定要政务官负责。今天我是希望你今天站在政务委员的身份立场，你一定要回去，要转告苏院长，好吗？好，我会把你的意见委员的意见转告。我不认为交通部让。宜兰高铁的这种长站继续在宜兰延烧下去，是对民进党政府是好的事情。我认为这不对啦，您要用请全力啊，赶紧去处理啦，用智慧赶快去化解，用诚意赶快去沟通，才是政务官应有的一个态度嘛。你今天不是嘛？到今天为止，立法委员干嘛讲？啊！你都要给，你都去给。我不是宜兰人，我也没有在关心站址要在哪里比较好。我认为不应该，政府花了1700亿的重大建设在宜兰，让宜兰人这样愤怒，我们政府都没有责任，不对的啦！哪有是这样子？好事变歹事，好比大家赛老。这谁要负责任？